中印双方都认为，尽早解决边境事态符合两国共同利益。希望双方按照两国领导人共识及有关协议协定精神，保持外交和军事渠道沟通，尽快就解决边境有关问题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。中方也多次强调，边界问题不是中印关系的全部，应当将其放在中印关系的适当位置，加以妥善管控。 希望印方同中方相向而行，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双边关系，坚持增进互信，避免误解误判，坚持对话合作，避免人为设障，坚持妥处分歧，避免制造争端，推动两国关系沿着健康稳定轨道向前发展。我认为你讲的这两个呀是一个问题，我们希望。 印方能够和中方相向而行，来共同的按照两国领导人的共识和有关的协议协定精神，保持外交和军事渠道的沟通，尽快就解决边境有关问题，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。